各位阁员郡守，我们准备要开始上课了哈，好，麻烦回座位坐好，谢谢。好，来，咱各位同心请坐吼，啊，即马过来继续。来，咱过来继续啦吼，咱来讲行政权跟行政的国家。那么，行政国家形成的原因，以前。我们都讲说，立法是最高的权力机构，但是名称上是这样讲，但是实际上，哦，现代化的国家很多其实都是行政比较大，哦，行政权可以说独大，啊，这会形成行政国家的原因，啊，就有一些啊。因为很多行政的相关组织的职权来扩大，啊，后来这会扩大的原因，就是因为1929年那段时间，哈，啊，比如说全世界哦经济大恐慌、经济大萧条那一段时间，很多穷人，啊，低收入的人，生活都出。吃饭都吃问题，所以需要用行政部门、用国家的力量来做一些社会福利的政策。那么你要做社会福利政策，你就要调查哪一些人是真正的低收入者，真正的需要帮助的。好，你经过调查确认以后，这些人的身份，那么你要给他补助，啊，领救济金。好像美国他们，我大概40年前第一次去美国，哎，发现怎么银行门口大排长龙，是什么喝康呢？结果去问的结果，就是他们在排队领救济金，啊，就是那时候很多工人失业，啊，没有饭吃，那么你政府如果不弄社会福利这些政策的话，这些人没有东西吃，没有钱买东西，他可能会去抢，那么就会造成治安问题，所以政府就要介入，啊，去做发放救济金 ，OK， 好，所以这个福利政策就需要动用到行政资源，要有人去调查、去确认、造册，然后通知他到哪个地方去领救济金，啊。这个好，还有一些规制的行政，啊，像刚刚讲的交通法规、环境保护的法规，还有建筑法规，啊，这些必须由行政部门来制定一些规制，啊，所以像这些事情就需要很多行政部门专门成立他们的法制委员会，哦，来制定一些规则，哦，的行政法规，哦，属于行政法规，哦，跟立法部门的国会立法不一样，哦，这是行政的法规，哦，再来一些公共建设的行政，哦，你看我刚刚讲的，哦，交通建设，哦，要建设高速公路，哦，以前只有一般的哦县道啊，哦台一线呐，啊，哦，像这些维护，后来有高速公路，再来有高铁，
还有一些国际机场的扩建，港口的扩建，加工出口区的设立，那么这些都要有新的管理规章，那么这些建设需要行政部门来规划来建设，包括像以前哪有说在买瓦斯管线，以前都是瓦斯一桶一桶搬回家去用，后来都市就开始有自来瓦斯，对吗？以前说自来水，现在连瓦斯都会直接送到你家门口，这些都是要公共部门去规划。好，以前交通不方便的时候，国际上的交流很少，国与国之间很多没有在互相往来，但是自从有飞机以后，国际交流就很频繁，不只是外交上国与国的交流，还有民间的文化技术的交流，这些都需要行政部门去处理。 OK， 好，刚刚这四项会造成行政部门他的职权来扩大，所以说这个行政部门一直在扩大，可是国会部门基本上就维持那个结构，那个人数也没有增加。像中华民国的立法部门，以前200多个现在被砍一半，那剩下121个。好，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权力制衡的功能会失调，为什么？好，那我们来继续了解哈。在司法的部分，刚刚你看，他们制很多行政法规，那么这些行政法规就有侵犯到司法这个部分，好。好，再来就是立法的部分。本来是国会在立法，可是他在弄这个行政法规，就等于跳脱出立法部门，等于说他自己可以立一个行政的法规来执行，像这样的情况下，就又有侵犯到立法权的部分，国会的立法权部分。好，再来。行政作用机制反应的功能，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行政部门刚刚讲，行政部门一直在扩大它的施政的范围，还有多设了很多新的机关，像以前在台湾也没有。注重环保的时候，早期就没有环保署，后来就新创立一个环保署，对吗？好，那么在行政权一直扩大的情况下，那么行政部门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的反应机能比刚刚地法部门或者司法部门来得快速。好比说像最近气候极端的变化，那么是不是变成说像莫拉克风灾，照讲如果阿扁的时代，他可以很快的部署部队去救灾，因为救灾视同作战，但是就是因为马英九的关系，他为了想让解放军进来，所以他阻挡了国外的救援，自己的部队也调动不力，元帅没有下命令，下面的指挥官不敢乱动，所以他的能力真的很有过差，但是那一般先进国家，他们在救难，他们速度是非常快，他们的反应的能力很强，所以
因为行政部门是直接面对我们的国民，发生状况，他可以立即动用他的行政资源马上反应，所以他的反应的功能是快速，所以这也造成说行政权、行政部门一直扩张，他的权力啊一直扩张，他的组织部门也越来越多，就是这样。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有一个重点，我可能要跟大家来先讲一下。等一下我讲的哈，哇，我没有讲的哈，不一定会考啊。可是等一下讲的哈，这个应该是怎么样？一定会考哈，一定讲的。来，我们先翻开第68页的第五节，有一个常设委员会。好，将来各位行政那个人员哈，内阁人员，如果你有新的法案要提出，那你可能要配合，你这个法案是要送到哪一个常设委员会，所以我们现在要了解这些委员会他们做什么事情。好，好，我们来读一下哈，这20个常设委员会，第一个内阁委员会，他所管辖的是哦，内阁管辖的事项，但不包括安全保障会议。啊，第二，他管辖的是总务省管辖的事项。第三，离岛开发管辖的事项；第四，不属于其他委员会管辖，而由总理府，就是首相府了哈，所管辖的事项。好，第二个，地方行政委员会，它所管辖的是地方公共团体。好，第二，自治省管辖的事项；第三，公安委员会管辖的事项。好，第三，法务委员会。他管辖的是法务省管辖的事项，第二，法院的司法行政的事项，第四，外务委员会是外务省管辖的事项，第五，大藏财政委员会，他管的是大藏省管辖的事项，但不包括预算委员会及决算委员会管辖的。好，第六，文教委员会，第一，他管的是文部省管辖的事项，第二，教育委员会管辖的事项，第三，台湾学术管辖的事项。好，第七，后生卫生医疗委员会管，第一，为后生省管辖的事项。好，第八，农林水产委员会管辖是农林水产省管辖的事项，第九，商工委员会管通商产业省管辖的事项，第二，经济企划厅管辖的事项，第三，公正交易委员会管辖的事项，第四，公害等调整委员会管辖的事项，但限于矿业等土地的利用。好，第十个是运输委员会，翻过来，他管辖运输省所管辖的事项。第十一，通信委员会，他管辖的是邮政省管辖的事项。第十二，劳动委员会，第一，劳动省管辖的事项。第十三，建设委员会，第一，建设省管辖的事项。第二，国土厅管辖的事项。第十四，安全保障委员会，他管辖的是防卫厅管辖的事项。第十五，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管辖是科学技术厅管辖的事项。第十六，环境委员会，
环境厅管辖的事项啊，第二公害等调整委员会管辖的事项，不包括商工委员会管辖的啊。第十七预算委员会啊，管辖的是预算，还有第十八决算委员会啊，他管的是决算啊。第二个同意预备费支出的事项，第三同意从决算调整资金编入税入的事项，好，第四国库债务负担行为总报告书，好，第五国有财产增减和现存额计算书及无偿贷款计划总报告书，第六其他会计审计院管辖的事项，第十九医院营运委员会啊，它管辖是医院的营运啊，医院的过程啊 ，OK。还有议长的咨询啊，法院法官弹劾和法官追诉委员会，第五国会图书馆，第六其他议院法规啊，第二十个是惩罚委员会啊，第一惩罚议员。还有第二议员资格的诉讼啊，好。那么这个部分是众议院，它有二十个委员会啊，常设的委员会，但是啊，注意一下，在参议院它就只有十七个常设的委员会，少了哪几个呢？就少了。科学技术委员会，还有环境委员会，就是十五、十六，啊，还有哦十四、十五、十六，安全保障委员会这三个是参议院没有的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个，啊，就是安全委保障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环境委员会这三个是。众那个参议院没有的哈，所以众那个参议院只有十七个委员会，众议院有二十个委员会。好，那么在下面这个哈，我所读的你们就真的要更认真听清楚哈。有时间的话，我来讲两次哈。刚才没说的，刚刚讲的不一定会考，现在讲的一定会考。好，来，我先讲。选举参众议院议长在召集当日，集会的议员达到总议员三分之一以上，可以举行议院议长的选举，哈，是三分之一的哈。好，这个不可以公开，你认真听，哈，你就会考得好，哈 ，OK。好来，参众议院重要职员的选举，以获得过半数选票，啊，为当选人。注意是过半数选票为当选人。好，议院在休会期间，如果议长认为紧急必要时，或议员的四分之一以上要求时，议院就可以召开会议。注意是四分之一。好，议员若要撤回所提出的议案，必须由全体的提议者，哦，全部的人来请求，哦，就是要撤回也要全部的人，原来的提案的人全部来请求，哦，才可以撤案。好，众议院议员提出对内阁的信任或不信任的动议或决议案子，必须附上理由，
由议员出席的二分之一以上赞同者联名来向议长提出，好，这个是二分之一以上，哈 ，OK。议事日程中要记载第一个开会日期、开会的时间，还有提交会议案件以及其程序，哈，这三个。好，有关议员在会议期间的发言，那所有的发言都不得涉及议题外的问题或者超出其范围。好，参众议院可以采取表决方式，有起立表决、记名投票表决、无记名投票表决。如果出席议员多达五分之一以上提出要求，那就要必须进行记名投票表决，是五分之一。好，对于要求罢免法官的请愿，议长应转送法官追诉委员会。有关议员的请假必须附上理由，并确定日数，事先向议长提出请假书。经过请假许可旅游的议员，他出发还有回来的时候，必须报告议长。那么获得请假许可的议员，如果在请假期间内出席议宴，那么他请假的许可就自动失去效益。好，当议员当选后，第一次出席的议员必须向议会的事务局提出当选的证书。好，那么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应该在参议院议员定期选举后第一次召开的时候就要召集设立。好，参议院议事规则设有十七个委员会，众议院议事规则里面设有二十个常设的委员会。有关会议的记录的叙述，要议事要依照数据法数据，会议记录由议院保管，会议的记录要刊在公报上。好的，同一个议员就同一个议题的质疑不得超过三次，是三次哈。若第一次无法决选当选人时，就得票率最高的两个人再举行决选投票，得多数票者当选，但得票数如果又相同时，就由抽签来决定。OK。特别委员会委员的人数是由议院来决定，是议院整个议院来决定，不是议长。好，议案的提出必须具有附带理由的议案，与赞成者联署来向议长提出。附带预算案的法律案必须附上阐明实施该款法律案时所需经费的文书。委员会设理事一名或数名，如果委员长有事故时，由理事行使职务。议长宣布开会之前，
即宣布散会，延期开会或者休息后，任何人不得就议事问题来发言。表决时不得带附带任何条件，表决时不在会场的议员视同弃权。议员对其他议员的资格提起诉讼时，必须制作具有诉讼要点理由和证据的诉状。委员的选任均由议长提名，委员的辞职由议长许可。质询包括书面质询与口头质询。听证会之公诉人只听取利害关系者还有学识经验者等。 OK， 好，也可以我先讲到这，好，啊，继续咱过来上这个课哈。那么，行政国家的问题有很多哈，因为行政在权力的分立体系上突出壮大啊，这个壮啊，也错了哈，使立法优位相形失色啊。我们刚刚讲的立法部门、国会部门变成行政权，它一直在壮大，那国会部门。大概一直维持那个现状啊。好，很多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将由专业技术的文官体系啊，这是整个行政体系的这个行政首长啊，那些精英所取代，啊，就变成行政权独大啊。本来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可是因为行政部门的独大，好像。有失去平衡的味道啊。好，包括政治主导权将由国会移转到行政机关啊，因为现在行政机关他送法案去给国会通过，一般都是等于行政机关他只是拟定好一个法案委托国会，好像做一个橡皮图章、盖个章通过，啊，变成国会变成行政部门的橡皮图章，啊。那么国会所立的法律将由行政计划规制所取代。一般国会所立的法律弄较粗，就是比较扼要。可是没有细部，很多细部要由行政部门经过计划做一个行政法规，哦，一些规定、一些制度、一些规制，啊，哦，来取代的立法部门的一些权利啊，哦。那么人权与自由在行政部门的规制啊、限制的秩序要求下。受到侵害，好，等于说行政权独大以后，很多立法部门没有办法管到的细节，通通是行政部门在制定，那他制定的一些规制很可能会伤害到人权，哦，伤害到人民的自由，哦，就好比现在那个张志军来台湾，你看台湾的人权一直倒退，哦，人民的言论自由，他们要表达他的意见都受到行政部门，就是警方军警情特的压制，有没有？
都把老百姓隔开，甚至用公权力来击打人民，哦，来惩罚人民，啊，那是行政部门放任让他的情治系统军警情特来危害人权，啊，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伤害，啊，我们表达我们的意见的那个也受到警方的压制，啊，这是有这些事情哈，好啊，所以从这里来看，行政会变成一个行政的国家，原来以前都是立法的国家，现在变成行政国家，行政权独大。那么行政权独大的国家，很可能会变成专制。好，啊，这个我们以新加坡可以做例子。新加坡为了它的行政效率要高，哦，要快，速度又有效率又要快，所以它压制了新加坡人民，哦，刚刚讲的自由跟人权，哦，所以在新加坡你可以把它当作他们的行政首长是一个为了争取效率而变成一个独裁的行政首长，哦，OK。那个小蔡，我的时间是到二十还是十分钟？到十分了。哦，好，那我看刚刚那个，我怕有些没有听清楚，我再讲一遍，好不好？ Okay. 同意的举手。谢谢支持。好，议案的提出。必须具有附带理由的议案，与赞成者联署来向议长提出附带预算的法律案，必须附上阐明实施该款法律案件时所需经费的文书。好，再来，委员会设理事一名或数名，如果委员长有事故时，由理事行使职务。好，议长宣布开会之前及宣布散会、延期开会或休息后，任何人就不得就议事问题来发言。好，表决时不得附带任何条件。啊，表决时不在会场的议员视同弃权。议员对其他议员的资格提起诉讼时，必须著作具有诉讼要点、理由和证据的诉状。好，议员的选任均由议长提名，委员的辞职由议长来许可。好，委员会设理事一名或数名。好，这个刚刚讲过了哈。好，来另外一个。有关众议院进行法官弹劾、法院的审判员及预备审判员的选举，以单记名投票的方式来进行。OK。质询包括书面质询，还有口头质询。好，好，听证会之公诉人只听取利害关系者和学识经验者等。好，这个。再来，选举参众议院议长，在召集当日，集会的议员要达到总数三分之一以后，才可以选举议长的选议院的议长选举，哈，是三分之一，哈。好，参众议院重要职员的选举。要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人来当选，啊，是过半数。好，议院休会的期间，如果议长认为紧急必要时，由总议员的四分之一以上议员要求时，议院可以召开会议。啊，好，是四分之一。哈，好，议员若要撤回所提出的议案，必须由
全体提议者，哦，全部提出，哦，来请求才可以，哦，要所有提出议案的全部的人要提出，哦，好，众议院议员提出对内阁信任不信任案的动议或决议案时，必须附上理由，由议员出席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赞同者联名来向议长提出，是二分之一哈。议事日程中要记载的事项有：第一个，开会日期；第二个，开会的时间；第三个，提交会议的议案及其程序。好，有关议员在会议期间发言，所有的发言都不得涉及议题外问题或者超出其范围。参众议院可采取表决方式，其中有：一、起立表决；二、记名投票表决；三、无记名投票表决。如果出席议员达五分之一以上要求以上，必须进行记名投票表决，是五分之一哈，要有五分之一的议员，五分之一的议员提出要求，就要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对于要求罢免法官的请愿，议长应转送法官追诉委员会。有关议员的请假，第一，必须附上理由，并确定日数，事先向议长提出请假。经请假许可旅行的议员，他出发和来回回来的时候，必须向议长报告。获得请假许可的议员，如果在请假期间内出席，则请假的许可自动失去效力。当选后，第一次出席的议员必须向事务局来提出当选证书。好，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应该在参议院议员定期选举之后第一次召开的时候就要来设立。好，参议院议事规则设17个常设的委员会，那众议院议事规则则设有20个常设委员会。有关会议的记录的叙述，议事要依照数据法数据，会议记录由议院保管，会议记录要刊在公报上。同一个议员就同一议题的质疑不得超过3次，若第一次无法决定当选人时，就得票最多的2个人再举行决选投票，得多数票者当选，但得票数相同的时候就由抽签来决定。好，特别委员会人数是由议院一起来决定，不是议员，是议员。好，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委员，等一下。